我是一名货车司机，驾龄有11年了。以前开过很多其他牌子的车子，像比如东风啊、奔驰啊、沃尔沃啊。外观我特别喜欢，像舒适度、床铺、卧铺这些都非常好。然后各方面细节啊，给人家感觉很舒适，不管是刹车离合器啊，还有倒车镜啊、内饰啊那些都非常的漂亮。像比如挂挡的时候，它这个拇指键设计的非常好，让我非常满意。操控性能，比如说油耗啊，还有动力方面，不管是山区啊还是平原啊，动力都反正非常的好，我很喜欢这款车子。我是福建省中信天天快递的老板，在我们在路上跑的时候能看到这个车子挺好的，一直订了20多辆车子，但是使用了以后这款性能还可以，接下来我们又订了80多辆车子，在第三只车子订了180多辆，跑的全国各地，包括云贵川、北京这些地方都有。云贵川的山区的路线，龙湾区的，但是车子的操控性能很好。对于同等的品牌的车子，我们的维修率下降了，但是驾驶员的事故率减少了，这些都是带给我们快递行业带来了很大的福利的。驾驶员都反馈过来，把这些车子的性能比较稳定了，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大量的采购这批车子。